近新闻的民调显示，您是稳占第二名哦。那以及郭台铭的参选对主席的杀伤力好像蛮大的。这个也要坦白讲嘛，从民调上来看，你知道，我跟他的那个重复性，英文叫 overlap 啦，还是蛮高的嘛。啊，这个也有可能啊，就是说经济选民、知识选民有一些重复的，这是事实嘛。那当然，我们也是做过很多次的研究，只要他一选，你知道哦，就保证赖清德当选了嘛。郭总，目前我们看到台湾的在野情势是在野分基，绿营的共主。很多人认为说，在野阵营目前的支持度已经不到六成了，所以主流民意的这个基础已经慢慢削弱中。而关键是，至今没有人公开说为了整合可以当副手。那郭董，您曾经说过和就是柯侯两位喝咖啡是可以不设前提的。那是否不设前提也包括最后为了整合可以不选，甚至可以当副手？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副总统的人选。是否已经决定？然后最后副总统会不会因为了达成整合而没有去登记？而如果没有去登记的话，会不会被怀疑是搓汤圆？谢谢。请问一下，您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温伟忠。刚刚是问的问题，我记得在那边是讲话在这边。对不起，我声音。对，麻烦帮我们举个手好吗？谢谢，新加坡联合早报。好，那摄影机啊，你在台湾住多少年了？在台湾三年。我讲，你学得真快哦，三年哦。新加坡联合早报，我过去常常看，是一个非常那很有名的一个，在对 Asian country 对华人世界。相当影响力的报纸，这个相当的公正，相当的这个持平不同的角度看问题。可你三年以后，你来到台湾，这个没有保持你联合早报在新加坡的风格，就已经来到台湾弄很多陷阱哦，要让我掉进去啊。今天宣布参选，那您的副手人选已经出来了吗？因为9月17号联署截止的当天，必须要有您的副手人选。那之前已经点名的非常多的人，但您都一一否认，包含李佳芬、沈春华、陈文茜。那今天又爆出高金素梅，请问到底您的副手什么时候会出现呢？相当犀利的题目。很多年前哦，有一个媒体界的朋友告诉我，他新闻界是制造业啊，这个。我们感谢所有知道的。我都是听你们说我才知道，所以我说，因为啊，每天有那么多的新闻要做，每天有那么多的讨论，政治题目要讨论，你们一定要制造议题才可以造成讨论，这是你们的 business model， 我充分了解你 business model， 哦，但是没有事情都不是从我们这里说出去，我觉得。不会回答。其实你问的副手人选，我心目中已经有人选，时机到了，一定会向大家报告。谢谢各位。我郭台铭今天要郑重的向各位报告，我决定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。投入2024总统大选，台铭这一辈子在创业的路上不断奋斗，在科技产业圈的持续打拼，在对慈善事业的抛砖引玉。几乎大多数的时间都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也没有动过从政的念头。然而，这七年多来，我看着台湾的政经局势，不管是经济、国防、外交，逐渐从过往的兴盛走到悬崖边上，
若不悬崖落马，将坠入无法回头的深渊里。我们必须下架民进党。最后，我还要再次的强调，我的参选是为了促成在野阵营的整合，在野不整合，便宜赖清德。我郭台铭本来没必要选，但是郭台铭所代表的中间声音却不能缺席。我期许自己，能成为团结的最大公约数。我也将继续邀请在野阵营其他两位候选人一起坐下来，你喝咖啡，我喝奶茶，大家一起好好商谈国家大事。柯侯都已经表态不会去当副手，而且党呢已经完成了提名，整合性其实是很低的。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说要主导改变的角色，就是在在野僵局的这个部分，那您对你自己的未来是有设限的吗？那另外就是说，过去你有曾经承诺过会支持侯友宜，现在又出来参选，可能会引发对您这个信用的质疑，这部分您的回应是什么？谢谢。我想在我组成主流民意大联盟之后，邀请侯友宜和柯文哲一起来喝咖啡、喝奶茶。目前蓝白两党都释出善意，让整合已经展露契机。我会继续的推动，积极的推动。又想当初我在买 BNT 疫苗的时候，刚刚开始也是困难重重，每个人都说不可能，但在全体人民的齐齐应盼之下，感谢台积电和慈济共同推动，让不可能成为可能。所以我秉持相同的信念，推动在野的整合，相信这一次要选总统的人绝对不可能背离主流民意。这是我的回答。好，感谢消息人。第二个问题，你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主流民意呢，就是说在这个517的时候主流民意现在目前是要下架民进党，但是在野蓝白两党的候选人民调低迷，士气低落，不见整合迹象，人民焦虑失望，所以我才会站在主流民意大联盟的立场来推动整合，赢得胜选。